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。说起榴莲，喜欢吃的人们特别喜欢吃，但是不喜欢吃的人们，就连闻到了味道也觉得十分的反感。榴莲里面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，含有一些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和脂肪，还有一些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C、钙、铁、磷等矿物质元素，所以说榴莲里面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。众所周知，榴莲是一种原产于东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一种热带水果，榴莲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在民间有一句俗语，那就是一个榴莲可以顶三只鸡，说明榴莲大补。请爱吃榴莲的朋友请注意，太恐怖了，身边太多的朋友爱吃榴莲，所以转了吃榴莲之后饮牛奶，毒过眼镜蛇。有一游客客死泰国异乡，一位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吃了很多榴莲之后又喝了牛奶，致咖啡因中毒，血压飙升，结果引发心脏病猝死，年仅28岁。泰国有明确规定，食用大量榴莲后8个小时内不能饮用奶类的产品，还有食用榴莲后不能饮酒，不能喝可乐。朋友圈里爱吃榴莲的朋友看到了就转发提醒一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榴莲食用禁忌。一、榴莲不可与酒一起食用，因为酒与榴莲皆属热燥之物，如糖尿病患者两者同吃会导致血管阻塞，严重的会有爆血管、中风情况出现，不宜食用。二、热气体质，头痛咳嗽、患感冒、阴虚体质、气管敏感者吃榴莲会令病情恶化，对身体无益，不宜食用。三、中医认为榴莲性质温热，若吃得太多会令燥火上升及出现湿毒的症状，如饮牛奶会加速对身体血管阻塞。四、榴莲含有的热量及糖分较高，因此肥胖人士宜少食。五、榴莲含有较高价值，故肾病及心脏病人宜少食。六、榴莲一次不宜多吃，若闻到已熟的榴莲带有酒精味，则表示已变质不能吃。榴莲的具体功效：一、调节肠胃。据调查研究表明，每100克榴莲里面就含有36克的碳水化合物，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能量，其中还含有膳食纤维 1.7 克。膳食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肠道的蠕动，可以吸附肠壁上的一些有害物质，加速排泄物的排放，所以有着润肠排毒的功效。那些平时在生活中肠胃功能不怎么好的人，如果有榴莲吃，就一定要多吃一点。二、预防畸形和贫血。榴莲里面还含有丰富的叶酸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胎儿神经畸形以及贫血，还可以促进胎儿的生长发育，同时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老年人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，降低老人痴呆症的发生率。三、促进骨骼发育。榴莲里面的钙含量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多吃榴莲可以促进人体的骨骼还有牙齿的生长发育，同时还会随着人体的增长不断地为其提供钙含量。四、缓解痛经。榴莲具有活血散寒和强身健体的功效，还有开胃健食等作用，既能够治疗女性痛经，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的免疫力以及抵抗力，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。
五、促进血液循环。榴莲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是因为榴莲性热，具有驱寒保暖和缓解女性痛经的良好作用。寒性体质的人经常吃榴莲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升高体温。六、增强免疫力。因为榴莲里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，这些氨基酸能够参与核酸蛋白质的合成代谢，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，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。七、美容养颜。爱美女性平时在生活中多吃一点榴莲也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榴莲有美容养颜的功能。榴莲里面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皮肤弹性，提亮肤色，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皮肤衰老。八、预防高血压。榴莲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高血压。高血压病人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一点榴莲是非常有好处的，这是因为榴莲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比如说钾。钾可以影响人体对钠盐的吸收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，还可以预防高血压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条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加一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如何挑选成熟榴莲？一、外形，要选长形的，尾部是尖形的，选个头大的，外表像狼牙棒的，有一股股小山丘顶起来的，小山越多肉越多，个头大的水分多。二、半熟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肉越多。三、颜色，偏黄的裂开的比较熟。四、裂口，榴莲一定要看裂口处，皮薄的好，皮薄就意味着榴莲肉多，壳有点开了的就是熟了的，比较甜比较好吃，但壳开的时间不能太长，熟过头了就是腐烂了。榴莲不一定是开口的就是好的，现在很多超市里的榴莲都是生的误熟开口的，不是自然熟裂，也就不好吃。五、味道，闻一下味道够不够香，够不够臭。自然熟的榴莲就算没裂口，也会有一股浓郁而不刺激，有厚重的味道。六、软硬度，用手捏一下邻近的两根刺，很容易挨在一起就是熟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好了，家人朋友们，今天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小颖养生，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是小颖，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